各位黃仁書院的同學仔，我是袁國勇。我知道你們個個都很緊張要考這個 DSE， 但你們不要緊張，只要努力做好就可以了。最重要的就是我們在人生裡面經常都要面對很多的不明朗因素，好像今次我們有這個很嚴重的新冠狀病毒的世紀疫症，是令到很多的時間表啊，大家很多準備都很混亂。但我們不用怕的，因為我們黃仁書院的學生是慣了面對不明朗因素，在最惡劣的環境我們可以生存到下去，以致我們將來可以成為社會裡面的領袖。希望大家有個成功的考試，多謝各位。